原本对我来说走到这一步，动用远古魔神的力量已经很无趣了，也不符合我的信条。不过一想到不仅是那位炎神，连你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应对，倒也还挺有意思的。拭目以待吧，失去神明的国度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？不过如果你们也想陪林月人一起溺死，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。追丢了，那家伙跑得好快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小心些吧。归中机被毁了，失去它的压制，我们很难继续反击。但群玉阁是最后的屏障了，无论如何，已经不能再退让半步。我有另一个方案。凝光小姐的意思是？我要放弃群玉阁。这是何意？我明白了。旅者，请你助力。再会了，我的老友。今日一别，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重聚。Thank you.
了。